选秀节目 Pick Time 自开播后就掀起超高讨论度，于2010年出道的男团大国男儿近日带来了东方神起的 Marotic 翻唱舞台，虽然歌曲难度很高，但三人全开麦的唱跳舞台令全场看得目瞪口呆。其中成员 Colin 的唱腔跟金在中、金俊秀非常相似 ，J 和英俊的实力也旗鼓相当，超强的唱跳实力令后辈忍不住惊呼：“这真的是唱性强吗？”更有不少参赛者喊出了歌曲的应援口号，堪称是全场气氛最好的表演。节目片段曝光后，不少人激动表示：“以前真的很喜欢大国男儿，这几位甚至不是队内的主唱，实力就已经这么惊人了，真的很希望能透过这档节目再次打开他们知名度啊！”